我爸我妈回去干嘛去了吗？你知道我爸我妈回去干嘛去了吗？我干嘛去？卖房子，干嘛去了？卖房子？这回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爸我妈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啊，他们现在回去卖房子去了。是，我爸这个人啊，是喜欢多管闲事，那他为什么呀？他不是助人为乐吗？像他这样人现在还有多少啊？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啊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他是我爸，没有他就是没有我啊！这事我得管，就算我砸锅卖铁，这事我也得管下去。你干什么去啊？ 我阻止他们卖房子去，我干什么去？老头儿讹上你爸怎么办？我讹上就讹上了，我也姓王啊！这事儿我来负责。王东，你不想过了，你想离婚是吧？哎，我没说啊，你说的啊，这是你就这意思呀？你总是孩子怎么办？不是有你的吗？哎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人家顾青理也是一个人带孩子，人家行你怎么就不行啊？同样是妈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？你少跟我提他。 你怎么下床了？怎么了？赶紧上去！别！我说天德，没事儿，别装下床了，我都想出院了。哎呦，坐！哎，哎呀，怎么样啊？哈哈，一切顺利啊！这次派出所是没有埋去啊！啊，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向警察同志解释清楚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当时在现场有一对小情侣。 用手机记录了全过程，这是最好的证据。是啊，警察同志讲了，如果一旦，那个老头子家属要闹，他就会用这个证据来替我们从中调解。调解？对啊，调解是什么意思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毕竟人摔下去了，后果谁也不知道。万一真有什么不测，你想他的儿女那一定会跳脚闹的。 这时候警察同志就会，替我们讲话了，然后出示这个证据，大不了给他们一点补偿，不会太多的，用不了多少钱。补偿就补偿吧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反正啊，别让我亲家卖房子卖地就行。那倒是，不会的。天德啊，辛苦了啊，获奖了。这件事情我一点不辛苦，如果是下棋赢不了你，那我才辛苦。你黑牛吧你，赢我。来来来来来。 醒了醒了，真醒过来了，终于醒过来了。睡着觉的，什么醒了？谁醒了？哎呀，老王救的那个老头终于醒过来了。哦，是啊，脑子还特别清楚，还那个记得是自己摔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啊，说好像是被一个什么人把他背的送到了医院里面，所以他执意要他的儿女来找恩人。 这真是太好了，老王做了一件好事儿啊！对对对，这也幸亏是碰上好人家，人家没讹他。就是啊，那赶快打电话让他赶快过来呀！过不来了，怎么了？两口子走掉了。啊？不，你让家乐晚上跟我睡？对呀，妈。 不是休息，家乐呢就跟着您睡，您休息多长时间，家乐跟您多长时间，是这样啊，妈，你听我说，王东呢回老家阻止他爸妈卖房子去了，我这公司又特别忙，我爸这不是也住院了吗？那您总不能把家乐送到医院去吧？就算我爸出院了，那我爸是不是还得需要慢慢调养呀？所以想来想去，妈能者多劳，照顾家乐还得您出马，妈，您非您莫属。
电视机声音关小点，那个动画片没什么好看的，关掉好吗？你不是说动画片是开发智力的吗？那你声音关小点啊，关声音。 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我不想看动画片，没意思。我想听外婆讲故事。家乐，外婆没有时间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外婆要学习这么多的东西，医院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外婆去做呢啊！外婆得充电，得学习，没时间自己玩，乖啊，去。 我没法睡觉。你在我身边，我没法睡觉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不可以跟大人学话的。你这样，要不这样，外婆到那边去睡，你一个人在这儿睡好吧？把大床全留给你，你爱怎么睡就怎么睡。哎呦，不要，我要和外婆睡。 外婆，你要不这样，你给我讲奥特曼信天取经。难道是你爷爷？没文化，胡编乱造，不会说，不会讲。哎，你不说我爷爷没文化吗？他都会讲的东西，你还不会讲？你不是很高大上的人吗？我累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啊，明天讲，明天讲，好吧？我困了，真的。不要不要，我要听听听听。哎呀，不生气，来来来来，我讲，我讲。 一个小矮人，七个啊，七个小矮人跟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太幼稚，又娘们儿。我就哪里学来的又娘们儿了，也学出来了，那不挺好听的一个故事吗？是格林童话吗？不，那我讲那个，好好好，讲那个。啊，卖火柴的小姑娘，好吧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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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哪有火柴啊？全用打火机。要不这样，你讲卖打火机的小姑娘吧。我不会。那还讲奥特曼信天取经？哎呦，那是你爷爷胡编乱造的故事，我真的不会。
外婆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对吧？故事不可以胡编乱造的。好，睡觉，我们睡觉。外婆明天有工作的，好吗？乖乖。外婆，嗯，妈妈不是说你这两天都休息吗？有什么工作？那外婆那个，外婆得学习啊，那学习也是工作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得学习的嘞。你大学毕业了？你废话。哎呀，你过来，快给我讲故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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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故事。你听不听话？讲故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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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讲故事。你蹦到床底下去了，你过来。哎呦，讲故事，讲故事，讲故事。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，他们活泼又聪明，他们调皮又伶俐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，他们善良勇敢。是我来不及进去了，那个来佳乐，赶紧到妈妈那边去啊！那个你好好照顾她啊！我那个叫什么？我医院里面刚才来了个电话，让我回去开会。外婆，我也没听见那个手机电话响呀。你在洗脸，你怎么听得见那个手机响啊？啊，那个跟外婆说再见。哎，拜拜。慢等一下。你自己想办法。我跟你说，你年轻，你有精力，妈老了，你看看她一夜把我折腾的，我真的我一个晚上我没有睡好觉。我跟你说，妈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忙要重要的多，而且我责任心也强啊。就妈，行了，就这样，好了，真的，拜拜。妈。这老两口走了，我才知道啊！哎呦，这带孩子真是我的腰，哎呦脖子，哎呀！谢谢领导，啊，谢谢。对，我这不是临时家里出现了点事儿吗？特别突然啊！我就请一个礼拜的假，对，就一个礼拜啊！谢谢领导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啊绝对努力工作，争取不辜负领导对我的栽培和信任啊！谢谢领导啊！谢谢，哎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哎，好嘞，再见，哎。老妈，当个逃兵，鄙视你。不就是持家带孩子吗？我会比那个顾青差？我一个人照样能把江乐带好，照样。哼，加油！江乐。笑什么笑啊！不许大家，快联系了，快！哎呦，形容妈妈的口红好贵呀！神奇那包装，神奇那包装，大那门道，太不不看我会发现的。それよけ外国字。好きなこと好きなこと悪いこと、タイムボカンをぶっ飛ばし、それゆけ骸骨、ツンツン骸骨。乔乐，
乐。爷爷都喂我不看动画片了，你也不去看韩剧。我跟爷爷不一样，你要是敢跟我抢遥控，你就是坏妈妈。是谁取经？在妈妈和外婆的脑子里，这些都是一个物种啊！你不要闹了，妈妈今天特别累，你乖乖的赶紧回床上睡觉去，快！你和外婆都笨死了，连个取经的故事都不会讲。我要爷爷回来。我告诉你啊，嘉乐，你以后不许再提爷爷啊。他们不回来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我要爷爷，我要爷爷，爷爷给我讲故事。嘉乐。你要是不叫爷爷回来，哼，我就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！你知不知道出走以后你就见不到妈妈了啊？切，看不看你都无所谓。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有想过。反正你笨，也不会讲故事。别指人，不礼貌啊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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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下个拉嘎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咚下个拉嘎！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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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
正气长存。写的怎么样？知道这四个字值多少钱吗？四万。四十。那也不是什么大的书法家呀。万。啊？四十万呢？哎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不知道老王救的是谁呀、啊？他当时救的就是咱们江南的大书法家云道子先生呢，晓得了吧？云道子先生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特意挥毫写了这四个字，然后让他的孩子啊送到你们家，想让你们给老王献上这四个字的。哎，你们两口子好奇怪啊！四十万，你们应该替你们的亲家感到高兴，怎么两个人都垂头丧气的？哦，我晓得了，面对亲家有点惭愧。说实在话，在这件事情上我还真的要批评批评你们，我认为你们表现得很不好。哎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的亲家是见义勇为，是做好事，可你们呢，由于世俗的偏见，怕自己摊上麻烦，然后劈头盖脸的给人家骂走了。你们应该想一想，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？自私、懦弱、没有良知的行为。平时教育家乐怎么教育的？我告诉你啊，长大了之后要有正义感。可是你们俩呢，一旦摊上了事情，你们的正义感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当初你躲的不是比别人快啊？你现在你来说风凉话了你？我当时也没有躲嘛，我当时其实也是站在你们一边的，我当时是替你们讲话嘛。你看你心急火燎的，我又怕老陈心脏病犯了，所以干嘛？我是好心。还好心呢你？你算了吧你。到现在哎，前后左右全是你的理对吧？马后炮谁不会放啊？我也会放的呀。哎，我要是知道死，呸！我当初我要是知道他不是讹人，我也会救的啊。问题是我们根本就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行了行了，别再嘴硬了。惭愧啊，通过这件事情啊，我是受了教育了，弘扬正气不能总挂在嘴上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们是没有给孩子做好表率。哎，我举双手赞成你刚才的发言。我看了视频了，第一个要救老头是谁啊？是家乐。哎，当时就跑上去了，然后才是老王跑过去把这个老头子背起来跑向医院的。哎呀，想想家乐的表现，再看看我们，说实在话，我觉得我们年龄越来越大，心眼越来越小，还不如一个孩子。谁的电话？啊，我的。哎，都是我的。还是微微的。喂。什么？不是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王东家去啊？我是没有时间，不是，但是你不是。哎呀妈，你是不知道啊，王东他真的有可能跟我离婚，我得把他追回来。哎，你跟王东之间只是一点小矛盾啊，别离婚离婚的挂在嘴上，孩子都有了，离什么离呀？啊？不，现在几点啊？啊？几点？几点？我没。不，我跟你说，那个退掉。退什么票呀？退票，我都买完，来不及了。怎么来不及啊？我说退就得退。不是，哎，你就是为了那个叫什么，不会给孩子做饭，不会给孩子那个讲故事，孩子哭着喊着要爷爷奶奶，就为这件事情啊？我天哪，微微，我真的是无语。我试着讲故事了，那家乐不是不爱听吗？那平时不都他爸给他讲吗？我必须得给他追回来，万一他要跟我离了咋办呀？妈，我必须得给他追回来。微微，
怎么回事啊？赶紧给你宝贝女儿打电话啊！她要把家乐带到农村去，赶紧的来。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不妙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想一想啊，薇薇会不会把家乐带到农村，一去不复返，把孩子留在那里？我的天哪！哎，那他们是巴不得，巴不得把孩子啊留在他们那儿呢。打通了没有啊？电话？打不通。哎呀，赶紧想办法吧。不行。你干嘛？哎，我去办出院手续，我去东北把家乐抢回来。哎哎，你病没有好啊？好了，全好了。那我去，我也去。喂，你怎么也要去啊？你开玩笑呢？他们如果把家乐要留在农村了，就我们家陈渊博，他还能对付得了他们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夸张吧？谁说没那么夸张？谁说没那么夸张？在孩子的问题上就有那么夸张？老陈啊，哎，你拿东西啊？好，有40万呢。哦。爸爸亲个妈，你妈没生气吧？来了，还是生气吧？生什么气啊？陈又逗我，为什么要生气的呀？我这次过来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来干嘛？爸不是卖房子吗？我赶紧过来阻止一下，不能卖房子。对，你阻止特别对。对呀，我得跟爸再说一个好消息。爸救的那个老人已经醒过来了，人家是个大书法家，写字特地感谢爸呀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间还是充满爱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们千万不要用你们那种特别狭隘的方式来去想别人。啊，你又明白了，你又明白了。没，我不明白，我明白什么呀？啊？你什么态度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要跟我离婚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离婚了？之前拍桌瞪眼睛的。跟你妈说过离婚的事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吧？你看儿子都说没有。你问他，他知道什么呀？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得跟着妈妈，你不能跟你爸这样的人在一起。小子，我是要跟着爸爸。你以为妈妈连个西红柿炒鸡蛋都不会做？那你身上这些衣服，新衣服，包括你的玩具，都是谁给你弄的？是不是妈妈？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发现你也真够逗，你就跟个孩子你也斤斤计较，你跟我计较这就完了吧？谁跟你计较呀？我这么大度个人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放下！赶紧走，离开这个人。你看这小孙子长得多喜庆啊！这孩子真洋气，一看呐就是好孩子，长来就有出息。您照片我可看了，孙子比你可好看多了。后浪推前浪嘛。爸爸啊，爷爷家很帅，爷爷可威风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爷爷家就是你大本营啊！你在上海不能干的事儿，你在你爷爷家全能干，而且你爷爷不会生气，你知道吗？给这个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讲几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来来来来来！大家好，我叫家乐，来自上海，是我有才的孙子。
好结实，你这是要啥吗？排气管吗？这是吗？塑空气滤芯器。那么大的轮子，都赶上你高了吧？嗯，我们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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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前面啊，来。呼哈哈笑嘻嘻，么么哒哒好甜蜜，呼噜哗啦还心意而已。嘟嘟哒哒多神奇，呜呜啦啦好天气，噼里啪啦幸福意而已。呼噜哗啦笑嘻嘻，噼里啪啦好天气，我是可乐可乐副司机。今天收成怎么样？行吧，今天收成今天干旱，但是无产的也在努力。是啊，我的笑嘻嘻，我和我的好甜蜜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吃的跟小花猫似的。哎，真好吃。你们天天就吃这个？对呀、啊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吧！薇薇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啊，那时候在家的时候对你态度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头去啊。这够逗的了，有什么道歉的？我态度又不是很好，原本办呢其实没有错。就是担心爸呢被人欺负嘛，不是？是，我都知道。我爸的那人他就那样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现在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其实都没有那么近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管是心啊还是什么的，没有我小时候那时候好了。你也挺好的呀，我了解你啊。但是乡村呢，有乡村的这个人之常情。这是入乡随俗，其实你还是热心肠，你挺好的，懂不懂啊？哎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要是跟爸比起来，真没法跟他比。还有就是，我其实那次跟爸态度真的挺不好的，你帮我给你爸妈道个歉。什么欠啊，都是一家人是吧？那什么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如果爸下回再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，你多担待点啊。我估计他这毛病他改不了。你这够逗的，为什么要改呀、啊？不改。而且我觉得爸这样挺好的，家乐要是在爸身边长大，错不了。为什么？爸多有正义感呀、啊，全都是正能量。妈，喂，妈，喂，薇薇啊，我们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，我们要去拜访你的公公婆婆，有些话必须要当面说，要不说不清楚的，知道吗？我来。薇薇啊，你要看好家乐啊，不能让他太疯，那农村什么狗啊、河的特别多，那个别让他出什么危险啊。行了，别啰嗦。你要看好的啊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好。师傅，拐上去就到了吧？拐个弯就到了。啊，对，行，就停在前面就行了。走嘞！哇，实在是太好玩了，还有苞米吃，世界上这个地方。实在是太幸福，太好玩了！妈，哎，忙活呢。哎，爷爷帮你做好吃的呢。做啥呢？农家饭。薇薇啊，这次来啊，多住些日子啊。
你们小两口要是上班没请假，你们该上班的上班去，把那个家乐给我留下来就行了。等那个孩子幼儿园开学了，再把他接回去，多好啊！啊，以后年年就把孩子带来，妈给你看着啊。啊，那个妈，我跟您说个事儿，我爸妈快来了。啊，嗯，啊，来了好，来了好。啊，妈，那什么，我老丈人、老丈母娘过来是想跟我爸那个。道歉，对对，道个歉，不是那个什么，那个老人醒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表示感谢了，是这样的，醒了太好了，我们就放心了。对，我爸妈来就是道歉的。你爸妈怎么这么着急把孩子要接走啊？哎呦妈，你可真行，人家也没说过来接孩子呀，是吧？你赶紧做饭吧，这太呛了。哎呦，你这老太太真是，哎呦喂，那个没有，走走走走了。哎呀，快来拉网啊！哎，你慢点慢点，这网都缠上了。哦，这鱼好大！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这鲤鱼、鲫鱼，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是嘎牙吗？这是？对对对，别扎着手，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！吃啊！我爷爷说什么时候带你们来，你们才能来。坏人传我们。嘉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想你啦。哎呀，默默，我就不回去了，就住在我爷爷这儿了哦。拜拜，拜拜拜拜。默默，嘉乐太坏了，他缠我们。以后我也要去澳洲找我爸爸妈妈，我也缠他。可是我好像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了。默默，你要是知道你爸爸在哪就好了，我们一起玩，一起缠家乐，好吗？我们刚到啊！啊，你们走了？也不是说好的吗？那个，我们一起把家乐带回上海的吗？妈。我跟你说一声，我们回去了。是，我不着急，老板着急。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你跟爸不用着急回来啊。山上空气好，啊，大家给你打电话啊，拜拜。不是我在这儿休息干嘛？我一天都不会待的啊。我带上家乐，我马上就走。行行行，你们走，你们走。没事吧？没事，妈就是问问。哎，注意态度，态度好一点啊。别忘了，这次我们是来道歉的。我知道了，是来道歉的。我态度要诚恳，不能给人家脸色看。我这不是跟女儿在那唠叨两句吗？你说现在小孩子做事情怎么是这个样子了？啊，商量都不跟你商量的，就把孩子往这儿一带，你说惹多少麻烦？我倒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，啊，山清水秀，气候宜人。是吧？哎呀，这个地方啊，很适合疗养。哎，淑华，你说将来我在这儿疗养治病怎么样？你要养，你一个人来养啊，我不会跟你来的。那你忘掉了，我们来的任务是什么？我们就是把家乐带走，听见没有？这儿哎，卫生条件多差呀！啊，医疗条件也根本就跟不上。你说万一要家乐要染上什么毛病呢？我想都不敢想。哎呀，这是乡下，不能跟上海比，是不是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啊。老子就再提醒你啊，见了亲家，这个态度啊，一定要温和，要诚恳啊，别唧唧歪歪的，那么急躁。别忘了，咱们这次真的是做错了。哎呀 ，iPad 忘了带了吧？啊，完蛋了。你说他有戏也没有玩的，你说他在这儿吃啊喝的，你是习惯吗？死掉了，家乐肯定是遭罪死了。要不我跟你说啊，如果家乐要是看到我们说，外公外婆，我马上想回家，我们立马，听见没有？立马回去，知道吗？那是肯定的呀。
只要嘉乐提出来要跟我们走，我们马上就走，一天都不多留。啊！可怜死了，跑到农村里面了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乖你乖，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找幸福，每天的阳光，天天的温度，你总有我要不完的礼物。我在你的心里自由的跳舞，你送给我一张快乐地图。天空的白云在前面带路，我和你唱着歌儿数着脚步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萌萌的表情那么可爱，我和你永远分不开。乖乖小乖乖，淘气小乖乖，乖不乖？我乖你乖。眨一眨眼睛喜欢发呆，我和你永远那么帅。